三块的花甲，四块的蛏子，五块的鲍鱼，六块的九节虾，放葱姜料酒去香蒸腥，后盖煮五分钟，煮熟后捞出过冰水，这样能使海鲜更加的鲜甜爽脆。再放蒜末、青红椒、两片柠檬，调味只需要一包海鲜捞汁，它可不是普通的捞汁，做各种海鲜凉拌菜都非常的好吃。这样做的捞汁小海鲜，夏天要是来上一份，麻辣鲜香，越吃越想吃。